这三个角，这个条件哦，所以啊，要生成哦。通常喜欢摄影爱好者，特别都喜欢在台风哦的季节前夕或者日出或者是夕阳的时候呢，前一天哦，就容易出现这个哈、火烧云的现象哈。再带威奇跟宇翔来。我们左侧呢哈，这里啊，就是水色。